好，大家好，我是大潘，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大潘摄影。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带有实验性的拍摄，那就是这种悬浮感的柠檬。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布光。好，镜头可以稍微拉近一点。我们在拍摄之前已经事先将这个拍摄的柠檬给固定好了，那当然了，这是我们大概布置的一个柠檬，正式拍的时候还会调整它的就是位置啊或者造型。然后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布光。我们从左往右说起，最左边是一盏轮廓光，然后我用了一个比较长的条形柔光箱去打这个柠檬的边缘，给它制造一点那个白色的轮廓光，那这盏光它相对的来说会稍微弱一点。然后中间这个柔光纸，它后面实际上是加了两个色片，然后在色片后面还是有一盏背灯，那这盏灯的话它起到一个整体环境烘托的作用。然后我们整体这个照片拍出来之后，它的背景是那种浅绿色，然后中间是由于灯芯的原因嘛，会有稍稍的发白。再往右的话也是一盏条形的柔光箱，跟这个灯光的作用是一样的，那这里我就不再去多说了。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一盏灯，这一盏灯可以称之为主灯。然后主灯它前面我放置了一个棋板，就是柔光纸，然后在主灯上面我是加了一个柔光标准罩，我是加了一个标准罩，在标准罩的上面我还加了一个蜂巢，用它来控制灯光散出的范围。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测试过了，如果你没有蜂巢的话，你打出的光线会影响这个背景，所以用蜂巢会让画面更加的好控制一些。那除此之外，我们在我对面还有一盏灯是往天花板上去打，那它起到一个漫反射的作用。漫反射的灯光它会使我们的画面更加像自然光，有一种那种空气感，反正这种感觉是很微妙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测试一下就知道了。下面我再快速的说一下今天我们拍摄所用的器材。那机身是佳能的 5DS， 镜头是90毫米的移轴镜头。然后拍摄的参数其实很简单，一般我们在棚内拍摄快门都是125/1秒，然后光圈今天是11，感光度是160，就是这么简单。那其实至于闪光灯的参数，大家其实不用去知道也可以的，因为具体的这些光比啊，大家测试一下就能拍出来了。那顺带补充一下，我在这个柠檬的下面还放置了一个白色的泡沫板，在泡沫板的上面我还放置了一个柔光纸。那当时我们测试过了，如果你用泡沫板去反的话，因为柠檬它的表面还是会有一些反光性，你用泡沫板去反的话，它会比较容易那种有明显的轮廓，就不太好将光线衔接起来。那加上柔光纸之后，它的光线会更加的柔和。最后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补光的，那就是我们用一个柔软的白纸给它的左侧的暗部稍微的补一点点的光线。那柔光纸那这个反光纸放置的时候，我们适当的让它这样环绕一些，那这样就可以让光线衔接起来会更加的自然。好，现在我们已经将这个柠檬调整好了，然后我们就来试拍一张，将它对一个焦。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整体光线因为事先经过我们的调整，整体的氛围还是不错的。那除了这个两个半球形的柠檬之外，我们后期还会拍一些那种就1/4圆的这个柠檬，然后合成上去，让它的画面更加的丰富一些。刚才我们已经又切了一个一小半的这个柠檬，然后我们已经将它固定好了。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拍这个小的素材，然后我们通过后期的办法将它合成进去。好，现在我们来拍试一下。如果想让我们这个画面更加有一种灵动啊或者水性的感觉，我们的创意是再用闪光灯的高速闪光去拍一些动态的那种高速的水滴。
所以稍后我们会将灯光布置下，然后尝试去往柠檬上面或者是往空中去泼洒不同的造型的水，后期再合成看看能不能抓到比较好的姿态。在拍摄水花之前，我们搭制了一个接水的一个简易的装置，我们用了几个柔光纸架，然后中间是用了这一种一次性的餐布，四周给它用夹子夹起来，然后我们在餐布的中间去挖了一个小孔，这样我们就是洒水了之后，它自动的把水收集到中间，然后躺到下面有一个水缸。水缸满了之后，我们可以重复的利用这个水，然后就不需要去接了。然后今天这个布光会跟昨天稍微有点不一样。那首先可以看到背光是还是绿色的那种光，跟昨天是一样的。然后两边是各是一个灯加柔光纸。在这三个灯之外呢，我们其实内盏灯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它相当于水花的一个轮廓光，那这一盏轮廓光我觉得它的作用挺大的，它能让我们的水就是产生一个小的高光的亮点，这样会让水显得那种通透晶莹的感觉。好，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餐布的中间布置了一个柠檬，这些装置布置好之后，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示范。那之前有一个延时摄影，可能大家也会看到了。我们实际上，本次拍摄最难的重点可能就是这个水花的状态，所以在之前我们已经试了很长的时间。现在我大致的给大家示范一下。然后我们觉得拍水花，你想拍出那种稍微宽一点的姿态，用这一种小盘子是比较好的。你如果用这种杯子泼出来的水太厚重了，姿态并不是很优美。那比方说我们现在给大家大致的示范一下，我们可以拿个小杯子倒一点点水，然后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去给它泼洒。我们自己正式拍的时候是站在这个位置和那个位置，从高处往下洒。那洒的时候你的手腕要稍微抖一下，这样会让水散得更开，它的姿态会好看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你洒出来的水一定要撞击到这个柠檬上，那它才会有那种撞击的感觉，就像这种感觉一样。我们除了这一种撞击的水花之外，我们还又把这个柠檬给下掉，然后拍一些它的那种自然的姿态，或者是像红酒的那种高脚杯，我觉得都是不错的泼洒的工具。实际上拿这个杯子给大家示范一下。其实我个人觉得不同的杯子它泼出来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大家自己在拍摄的时候也可以试一下。比方说你在这里稍微的挖一点点的水，然后
坡的时候同样还是手腕要抖一下，然后这样有可能就抖出一个有曲线的造型，会让你在后期做素材的时候选择性更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泼水的这个视频就暂时先讲解到这里。除了这刚才的两个状态之外呢，我们后来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这个杯子里面就是倒满水，那我大致的就是倒一下，然后呢我们用半个柠檬这样将它丢下去，就是又去抓了一些这种撞击的素材啊，考虑到后期可能会用到，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现在我补充一下这边有一块黑色的布的作用，因为我们两侧给水打了光，它这个灯头散得比较开，有可能会影响到就是背景的那个纸，所以如果你不加黑布的话，那背景拍出来就有一些那种灰白的感觉，我个人感觉就不太好，所以我们做了一定的遮挡。今天拍摄现场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拍摄水花的这个时间上其实花费了很多的时间，那其实我感觉后期的过程还要花费很长的时间，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把后期的过程也作为一个快放的形式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希望大家长按点赞键给我们一键3连支持我们一下，谢谢大家，再见。